要做应该是先旅行，因为这是国内险，所以就不用过海关。然后到宿务的市区，下在机场岛。那你从这边的话，有几个方式可以到城市，比如说你可以 buy taxi 啊，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走错？但是如果你 buy taxi 的话，可能要有时候要两三百。那你如果再遇到塞车，就三四百跑不掉。我们有上网先查到一个方式，那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巴士，其实它是接驳明道百货公司，可是它的名字叫做 My Bus， 然后是水蓝色跟白色的，大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。再往，还是长长的人龙。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我看到了，我觉得应该是那里耶。哎，真的。这个就是买对。这边看起来是 taxi 的招呼站，所以就在 taxi 的招呼站的旁边。你要记得先到售票亭去买票。售票亭要记得跟他们说你是要到 SMC 亭。这就是车票啦。那如果没有赶时间，还是没有第一个点的话，可以到那边。没有很多话，怕被骗的话，可以考虑来搭这边。因为你到 mall 里面换钱也比较公道，而且到那边可以先吃饭啊，不然搭飞机这么久。车票记得拿好哦，就这样等等上车就可以了。车来了，就是这水蓝色白白的车子，感觉好新哦。这就是机场接驳巴士，不是啊，它其实好像是百货公司。Amazing.